apart. Tell me your secrets and ask me your questions. Oh, let's go back to the start. Running in circles, coming up tails, heads on a science about. Nobody said it was easy. It'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. 是我。我刚在门口碰到一个人，是谁啊？谁也不是。啊。我曾经以为你也爱我，所以我才去忍受着你那些神经质。可是我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只爱你自己，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有你那些自尊心来的重要。就因为你的自卑，就站在自以为的道德制高点来伤害我，伤害你身边的其他人，是吗？我原以为我可以去忍受你，但是我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。他是真的被伤了心吧？我希望是我死了，我再也不想有任何的感觉了。